朋友们啊，今天呢就离开这个崇左光。朋友，我们现在出城啊，往前面走，哎，有一个这个斜塔，我们看一看，离这个太平古镇这个3公里，就在前面。哎，瞅一瞅完了，我们再往靖西方向走啊。这就是左江啊，哎，崇左。哎，这个斜塔相当有名，我们来看看它。大风吹千年，容颜不曾。看看啊，这个地方挺大，就是不开呀。看看，在这里瞅一瞅，江边瞅一眼啊，看一看，空气真好啊，这地方。左江烟花三方。看看，朋友们。从这门出来了。远古秘密等你到。这就是斜塔景区。美丽面纱等着你亲自揭开。醉你的花卷最甜蜜。过来这。是你不容错过。斜塔景区，这就是左江。左江斜塔到了啊，看一看，就这斜塔，左江斜塔。哎，朋友们，相当有名啊，就在江里头。哎，左江斜塔啊，又名归龙斜塔啊，世界上八大斜塔之一啊，看一看。左江斜塔到了，我们看了，看一看，就是这个塔，想上去不可能的。朋友们，这就是左江斜塔啊！哎，只能往岸边上看看，哎，找到了。走，我们走喽，上对面去喽。着你亲自揭开。随你的花卷最甜蜜隔海，是你不容错过。这个斜塔还是相当的斜，不是我手机拿斜了啊。看这斜塔，天晴似天籁，铜鼓乐澎湃，美酒端起来，一杯醉情怀。看完了，走喽。天晴似天籁，黄鸽飞天外。公园挺大。舞踪青。